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大海。哎呀，今天呢是咱们国内的情人节啊，然后我现在刚刚下班，打算去超市呢买一束这个鲜花送给甜甜啊。虽然说就是已经结婚很多年了吧，但是该有的仪式啊咱还是要有的。哇，这些花还挺漂亮的啊，这次买玫瑰啊，这次要买对，这才几朵呀，六朵，六六大顺吧，挑一个好看的。玫瑰花已经买好了啊，咱们回家看看甜甜啥反应啊。到家了啊，按一下门铃，开门了。送给你一朵小花花。今天是情人节啊，祝你情人节快乐。祝我们情人节快乐。想吃啥？去吃点东西吧，出去吃点东西吧，准备准备。这个正好可以插在我们新买的花瓶里面。嗯，那是够的啊。甜甜，惊喜不？开心。没想到我这个大直男，还能给你买花，是不是？还没有买菊花。经历过上次惨痛的教训之后啊，这次就学聪明了。赶紧弄弄，咱们去吃牛排吧，要不然今天，你想吃吗？我想吃他们家的面包了。嗯，行吧，那咱俩就随便去吃一点吧。庆祝一下啊！现在出发去吃牛排，刚刚好啊，兴奋不？到啦！今天还去 Texas Roadhouse 吃牛排啊，好久没来了。哇，这边人是一如既往的多呀，天天。上次来是什么时候？上次来很早很早，得有半年时间了吧？跨年吗？不是，不是，得有半年时间了，我觉得。面吗？先吃小面包吧，你看人家带位的时候直接把小面包拿给你了，叫你多吃点番茄小面包，少点点牛肉。大海，你中午是不是没吃饭？你看中午吃了，点菜的时间自己把一小盘面包给吃完了，有点饿了。太晚了，现在都快九点了，我们马上点菜啊。菜点完了，甜甜跟大家汇报一下，蓝莓汽水吧。嗯，然后我点了一块西冷牛排。嗯，大海点了一块纽约牛排。嗯，这是我们第二盒小面包了啊。感觉来这家店很多人都是为了这个小面包来的，是不是？ Thank you。 我们的饮料牛排还没上，先来了两份小沙拉。这个不能光吃牛肉啊，也要吃点沙拉。这啥酱呀？酸甜酱，哦，跟咱们家那一样的。意大利什么风味的拌沙拉的酱啊？可以这么说。你吃味道怎么样？就一般味道。一般啊。我来试一下这个沙拉怎么样啊？啊，咱们等正菜吧，等大菜上来，光给大家看这些。什么蔬菜啊，面包啊，大家以为我们还在过什么难民生活呢。牛排已经上来了，刚刚服务员说要不要就是把它切开检查一下，我觉得这个七分熟还行吧。甜甜的是也是七分熟。 Everything's okay? Yeah, very good, thank you. You're welcome. 还可以啊。怎么样，这西冷吃的冷不冷？味道如何？你竖个大拇指。开始吃了啊，第一口肉。哎呀，我终于把这口咽下去了啊。跟大家来说一下，这个有点硬啊，我觉得没有那个内眼，就是 ribeye 也好吃。你下次可以点五分熟。对，我感觉有点硬，这表面很焦了已经。我一直很好奇一个问题啊，我想问一下大家，你说这牛肉啊，煎个五分熟、七分熟，它还冒着血水，这样吃的话就不拉肚子啊？
你说吃鸡肉啊，吃猪肉啊，为啥就不行呢？我一直很好奇这个问题，是什么微量元素让你的身体产生了变化吗？好像那个牛肉，那不是血水，叫肌红蛋白。哦，再来一口啊！吃饱喽，今天剩的东西不少，天天的牛排没吃完，我说留我明天吃吧。啊，小面包还剩了三个呢，拿回家可以明天吃，不要浪费啊。然后我的牛排也没吃完，哎呀，太撑了，主要是前面已经消灭掉这个两盒小面包了。咱们来看一下多少钱啊？嗯，你看看，42块钱，这个还是很便宜的啊。Later。呀，现在我们已经到家了啊，刚刚在那个店里面吃的太饱了，开车回来一路上都感觉好困啊。现在这些东西放冰箱吧，留着明天吃。哎呀，怎么感觉这么黑呀、啊？行，那今天的视频呢，就跟大家说到这了啊。也祝镜头前面的各位朋友啊，情人节快乐！再见。